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下，怎么快速的取一个好听的中文名字？我知道呢，很多的同学给自己取中文名字呢，有两种方式，一个呢是音译，translation，根据发音把自己的名字呢变成中文。对吧？那这不是real Chinese name，比如说麦克，Mary 玛丽，对吧？不是真的中文名字。中文名字呢有两个部分，一个是 family name，一个什么 given name。它跟英文的名字呢，姓氏和名字是相反的啊。姓氏我们会放在这个前面的 first。还有一种方式呢，是找一些名人的名字不太合适啊，一些 celebrities，right？Like some leaders，stars，像巩俐呀、刘亦菲呀、王源呐，对吧？还有这个鲁迅啊，一些历史的名人，哎，王，这个不太合适，虽然呢也是中文的名字，对吧？那今天呢，会教大家怎么快速的给自己取一个好听，又有特别 special meaning 的中文名字。OK，let's go。那首先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family name。那这里呢，我挑选了一些比较简单的又常见的姓比如说李、王、马、吕、吴、和、宋你像这些的话呢，还有什么single component Chinese character 一些独体字，比较容易写，也比较容易记这些都是独体字single character。那也这些呢，组合的 compose 一些组合字也比较简单，口天，right？Easy to learn，easy to remember，memorize，OK？这些是姓氏，中国的姓氏呢，hundreds family name 我们中国还有一本书专门讲 introduce the family name，这个百家姓百家姓，OK，名字呢？当然有一些名字一听就是game girl or boy or man's name 首先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男孩子的名字和女孩子的名字首先呢，这个呢，比如说这个是这个号称，号称是广，号是广大的、广阔的，称呢是天上的 star 一般我们的名字given name 都有一些 special meaning 一般像这里呢就是像什么天上的繁星一样，轩轩 ，OK，比如说你可以李浩辰，nice name，刘浩辰都可以，马浩辰也可以you have a name, right? 有两个字，two character，也可以是一个字的，比如说这一些字都非常好，亮，bright 这个呢是方，还有刚，还有达，坚，智，你都可以，都可以，比如说丁亮，丁亮。哎，古达，no，不太好听choose your like，OK，像这个裴胜、世宏、家辉你可以取张家辉，no，it's a famous star。
何家辉 OK, you can choose 何家辉 永瑞 永远瑞呢是 clever 啊，非常聪明，非常聪明。哎，这个nice 啊啊，我有一个学生呢叫修文，非常好听的名字。修那是学习，文呢是 culture 文化，或者说学习啊 ，good name 这是男孩子的名字。choose a family name you like and plus a given name you like. Okay. Yeah, 这些呢我都是挑选出来的。Wow, nice. Okay. If you are a girl, 我们来看到这里。一些重叠词哈，也非常好听。刘青青、李青青、何青青，或者何甜甜。丁素素都是非常好听的名字啊。然后还有一些两个字的丹霞李丹霞刘丹霞唐丹霞古丹霞都可以。小燕小呢是早晨的燕子也非常好听宋小燕 for example, 婉珍马婉珍李婉珍吴婉珍万婉珍都可以自敏就是表示什么 smart, clever, 怡静 nice name, quiet, gentle, 怡静也是很好听的名字哦。那这些呢给到大家一些什么 example 你也可以直接在这里什么 找一个匹配一个 match OK match and Chinese name it's very good OK 那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你想要取一个中文名字也可以什么通过 WhatsApp message me, okay? My pressure.